诗篇第126篇。耶和华使被掳的人归回锡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在做梦的人，那时我们满口喜笑，满舌欢呼。那时列国中有人说，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，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，我们就欢喜。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，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一样。那些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那带着种子流着泪出去撒种的必带着禾捆欢呼快乐的回来。